我发现了一个最新的大胃王挑战，就是2000元可以吃的，它是限时30分钟内吃完4个8三明治，一个超大的双层汉堡，还有一个一群人可以一起吃的炸物拼盘，10元饮料10杯，感觉超大份的。报名费是1499，成功的话会另外颁发奖金500元。我觉得限时30分钟其实蛮难的，一是因为它的餐点品项不算太少，再来就是我的大胃王挑战速度一直都不是我的强项，不过我还是来了，挑战极限。二十弟啊，大胃王挑战，预备，开始。吃起来蹦蹦脆脆的，牛肉非常嫩又多汁。第二个。鲜丝的那一种，香草猪的香料味非常香，搭配上酸黄瓜，绝的。这里面是青酱，还蛮好吃太强，搭配上酸奶酱，两种味道交融在一起。口感蓬松而柔软，咀嚼之后会有一股淡淡的甜味。牛猪混合的汉堡肉排口感非常赞。这就是专业的汉堡，好爆米味哦，爆米很甜。他们手工自制的超厚汉堡肉排，搭配上水润的凤梨和草莓果酱，吃起来口感层次非常丰富，也蛮解腻的。
你要多一点。一起哦，一二三拍哦！太厉害了，一个比一个厉害。我后面会来谁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太泡芙真的太让我惊艳，谢谢，恭喜，欢迎再来。不过我们一个月只能一次哦，好不然会定位倒。一直被刷新。那我们刚挑战完了。很开心，我今天挑战成功。原本想说八成不会过的，没想到还打破了店家目前的最快纪录。那我觉得他们的餐点都蛮好吃的，中上以上很多，算是蛮好吃的。五八三明治超赞，牛肉的肉排、肉丝超级鲜嫩多汁的，推荐大家也可以去试试看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。